my turn。 这边切入李白惩戒，给大招让他别打飞我，抓一刀一下上挑 A 反拉正拍 A 两下拜拜。现在我有明刀，我可以稍微浪一点，看到他了，一技能挂到 A。 哎，我啊没事，一手惩戒飙刀再见，不急。现在打这个野怪，二技能回波血 A 一下开启大招往这边走，一技能踩一脚再见，二技能回波血，一技能挂到再 A 一下再往这边走，再一技能飙到他再见。哎，这个刘邦他不大招的吗？个子矮就别怪我多踩两脚。你咋出来了？都在里面。推开海顿，他被摔我吗？摔摔小妖怪，不急，猴子在蹲，阿克马上进来，我要找个好的角度，什么角度？先推开，不急，他踩我，我踩顿，我给他一个盾，我先抓吧，这闪吧，这瞬间没了。这边带被动过去打架，被动打架直接给他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人他这个大刀空了吧？我记得。好，拉走位不急，弹他一手二技能，剪刀术一技能打到他，别怕。啊哈啊哈！没法玩了。漂亮，有蓝 buff 吗？没有，中路还可以带二技能开起来，别管那么多 A 这个塔再说 A 完后 A 大招 A 啊，是不是很好？你懂我意思吧？把这个装备一买，一买，然后这边给一件，人在哪？二技能拉开 A 大招再见，这嗯。等我的无尽再认，这红 buff 你不要了，老弟，过分了吧？哇，被动在手，伟大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憋死了呀！命运的男神。人受不了了。